探索港及选区的回教居民今天在选区内的年度斋戒月活动上和其他非回教族居民一同享用结束一天斋戒后的晚餐，也是探索港及选区议员的卫生部长严金勇连同大约450名居民出席了这项活动。他表示，活动让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居民有机会交流。严金勇也提醒居民在庆祝佳节的同时不忘照顾好身体。